迎来到传说对决，开始了。出发喽，朝着我们的野区前进喽！来来来来来，先从蓝 buff 起手，250滴暴击一次，哎，再来再来，给个暴击，哎呦，1200可以耶，这个暴击比制裁还大力啊，是不是？就平了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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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，就快到了。OK， 我们弄完一轮野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来看一下，哪里有机会 gank？ 我们先用一个隐身踩进来啊，踩进来之后呢，哎，等你。这个魔龙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怎么办呢？现在，赶快，我们赶快往下走。奇怪，我刚刚是在那虎兵界吗？靠，魔龙也掉哦！哇哦，这个下路刚刚队友送掉了，惨惨凄凄惨惨。敌人消失。哇吼，好凶狠啊！对面，这下塔有兵欸，吃不吃？这岂有不吃的道理？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 ，OK， 凯撒嘞，对方会不会偷吃凯撒、啊？可是我现在也没制裁欸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制裁对方这种可恶的行为。那我们就只好继续往下路收野怪吧。等一下，有打一波好一点的团战，要拿魔龙再找机会拿了。哇，不然也没这个机会啊。鞋子，找个机会。如何踩在那个草丛？我看一下。OK 有没有补帮？没有补帮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好可怜哦。我们干你老师欸，对方一直拿大龙欸，怎么办？这只不过是小菜一碟，罗顺掉了。哎呀，这个敲，哎呀，舒服。可是这个头还被维拉拿走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刚这个接技好像没有，你有打到他，对不对？只有大招这个伤害弄到他了。哇操，太痛了吧！哎呦！哎呦，凶啊！好，那这是怎样啊？现在古墓前哦。白痴！哎，不，不是啊！妈的，把我当智障欸，这真的是太扯了吧！瞧不起的也不是这样啊，好吧，我只是没拿个大龙而已，不代表我是个傻憨啊！小心草丛！哎，这古墓是真的。
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发起进攻。Enemy double kill. 哎呦！我现在没有大招，懒得理他。我操嘞！哦哦哦！看来还有一点机会，是不是？还有一点机会啊！还有得打，还有得打。嗯，跟他们跟队友去吃，走，可以，对方死三个可以。闪电侠没有复活甲啦。牛牛只要缠着他，我们拿这个凯撒是相当的安全。OK。OK， 还有一点机会。注意敌方蓝 buff。来吧，我们这种危险时刻啊，买个复活甲配死神镰刀。清理兵线。我来清兵线。来啊，大致打掉应该 OK 啊。来，我来，看今天我好像被招到了，来，这是个，这只不过是小菜一碟。You have defeated an enemy. 金刚复活。Nice assist. 杀就对啦！混终极杀吗？我们要的就是这一刻啊，你知道吗？酝酿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这一刻啊！进去哥就是一顿暴打，是不是？亚美蝶，亚美蝶，蝶蝶，松，OK， 高潮了，妈，没。好啦，有这种星耀一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开始有 S 牌的感觉啦，恭喜啊，上到星耀一啦，评分第四名啊！好啦，我就最后那一波啦，好不好？最后那一波极大贡献啦，进去直接一顿暴打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好不好？分享给各位我的一个排位日常。说回来排位，其实没有想象中难啊，对，就是轻松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